Hello， 大家好，食咗饭未啊？希望大家都食咗饭先嚟啦，如果唔系就好攰嘅会。星期五夜晚啦，咁啊非常之恭喜大家，唔去睇饭气攻心都嚟睇我哋食健康致命嘅健康不平等啊。咁啊呢一本书咧，系由一个叫做 Michael Marmot 嘅学者写嘅。咁介紹少少佢先啦嚇。Michael Marmot 係一個我哋基本上而家喺公共衞生學裏邊啦嚇 ，public health 裏邊咧都認為佢係 guru 嚇，即係一個智者咁嘅人噶啦已經。即係我想好多即係細個啲嘅時候，我讀 public health 咧，啲人已經係 quote 緊 Michael Marmot。咁佢仲在生嘅嚇。咁今年咧，11月嘅時候，佢 actually 就會嚟香港，就喺中大咧就會頒發一個honorary doctoral degree 俾佢，係啊。咁到時大家可能唔知啦，即係我哋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嘅活動可以叫佢俾翻場 talk 啊咁樣。我覺得應該要。係，我覺得應該要。咁啊，今日有我啦，我係鍾欣樂啦嚇。咁大家可以叫我做 Roger， 咁亦都有范醫生喺度啦。咁啊，范寧醫生嚇，咁佢啊范寧醫生就會多好多 clinical 嚇、臨床上邊嘅一啲嘅經驗，同埋你嘅醫護行者咧係天行者嚟喎 ，Skywalker。唔係，我哋要喺地度行嚇、所以我其實個所謂 clinical experience 係因為我喺醫院見到一啲現象。覺得奇怪，咁所以咧就想行出去醫院。一行出去醫院咧，就發覺係有好多真係媽媽所形容嘅嗰個現象咧，喺社會見到。而到最後咧，啲人咧就會去咗醫院。咁想同大家去分享我個睇法。咁同埋點解要大家一齊去思考，再行動去做一啲嘢？我覺得係作為一個普通市民都有好多嘢可以做嘅。所以你見到的奇異的現象就是一個所謂的健康不平等現象，可唔可以咁講？咁所以今天就介紹呢本書，誠意介紹呢本書俾大家啦，就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呢一本書，咁啊譯得非常之好啦，亦都裏邊有一啲嘅前言嗰度其實加咗啲對香港嘅一啲嘅睇法，少少啦嚇。咁係啦，咁啊呢本書，咁大家咧。會見到有個 PowerPoint 嘅，我今日準備咗，咁其實都係一啲嘅導讀嚟嘅，一啲喺呢本書裏邊我抽取咗一啲嘢出嚟，亦都係有一啲嘅研究結果咧，係我同Michael 本人去合作嘅時候寫嘅一啲嘅著作嚟嘅，咁嗰本紅色嗰本咧就係原裝版本啦好，下一張 slide， 咁呢個就係 Michael Marmot 啦 ，Sir Michael， 我哋通常叫佢做，因為佢封咗爵嘅喺英國嗰度。咁一陣你會發現點解佢會即係被封爵啦，即係因為其實佢對於公共衞生唔單止英國本土，甚至係國際嘅層面上邊，其實佢嘅 idea 嚇都係非常之有影響力嘅嚇。咁佢係咁講喎，即係我哋首先要搞清楚啲嘅 concept 嚇，即係我哋成日都話不平等、唔公平，咁咩為之唔公平咧？咁樣，咁佢就咁講，佢話 when the inequalities 當嗰個唔平等嘅狀況咧 ，when the inequalities are remediable， 即係可以被處理嘅 ，but not remedied， 但係你冇去處理佢喎。Then the inequalities are unnecessary， 啊，唔需要存在嘅呢啲嘅不平等 ，and therefore inequitable and unfair。咁就所以咧就係唔公平咯，因為你其實可以處理到佢，但係你冇處理佢喎。咁有啲乜嘢嘅唔平等係可以處理而冇被處理咧？喺健康裏邊，咁我相信范寧醫生有好多 example。咁我呢度我都會。第一個很容易大家即刻明白到的 example 就是譬如我們講 COVID-19 的疫苗
咁你會發現喺全球嘅 distribution of 呢啲 vaccine 咧，大部分嘅已發展嘅國家、有錢啲嘅國家咧，係攞咗大部分嘅資源嘅，嚇！我哋講緊呢啲疫苗嘅資源，而好多嘅發展中國家咧，比較窮困啲嘅國家都得唔到嘅喎。咁唔係話我哋冇方法去預防 COVID， 即係話係有方法啦，係 remediable 係嘛？但係我哋喺個 distribution 上邊係 fail 咗，令到好多人只係因為佢係生於係一個比較窮困啲嘅已發展中嘅國家，唔係，即係發展中嘅國家，佢哋就得唔到咯。即係突然之間，你會覺得呢件事好 arbitrary 啊，好 random， 好唔公平啊！點解我要生於喺非洲咧？即係可能你會咁樣去諗呢一件事。而 Michael Marmot 喺呢一本書裏邊咧，佢講得好好嘅，即係佢話呢一啲嘅情況，我哋 zoom out 去睇全球嘅情況會係咁啊。但其實你可以 zoom in 去睇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你都會發現有呢啲嘅不平等嘅存在，健康上面嘅 不平等嘅存在啊。咁啊，香港可能就會係比即係比較貧窮嘅人啦，可能呢啲係會係少數族裔新移民等等啊，好多嘅呢啲嘅群體，其實佢哋都係面對緊呢啲嘅問題。咁今日咧，我哋會即係喺從呢一本書裏邊咧，抽出一啲最重要嘅，我覺得係。的一些的概念和大家分享，有沒有補充啊？范玲這個位置群體上面沒有補充，職業那裡待會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下遊戲，好啊，估下什麼職業會是比較不公平的呢？樣職業都不公平的好，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香港係一個 GDP 其實非常之高嘅地方啦 ，GDP per capita 咁暫時嚟講其實係全球第12位啦，呢個大家都知道。尤其是60年代打後嗰個 economic development 非常之犀利。但係我哋其實保守估計只係用政府嘅 official poverty line 嚟睇咧，都有超過100萬嘅人咧係貧窮嚇，喺貧窮線以下嘅。而那個 Gini Index 即係所謂的堅尼係數，就係個 income gap， wealth inequality 嚇，係越嚟越闊啊！我哋可能見到一個即係上升嘅現象啦嚇，係 steadily 咁樣去上升，即係話有錢嘅人越嚟越有錢，貧窮嘅人越嚟越貧窮。咁呢啲咧係好重要，我想大家記住呢一個 point， 因為咧。很多時候我們說有一些東西進步的時候，我們看 level 嘛， level 很重要的，但通常我們講 level 的時候，我們是講 average， 一個平均數。平均數呢是 miss 了很多 information 的，因為它是沒有處理到 distribution 的問題， OK， 即大家要理解這一件事。所以我們其實是要看個 distribution， 我們要看個 equity，就是貧窮與有錢之間的 gap 究竟是不是拉闊緊呢？當然在香港是拉闊緊，而全世界基本上差不多所有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是拉闊緊。當然有 exception， 你會見到可能一些的歐洲的 Scandinavian country， 它的 social inequality 真的沒有那麼大的。起碼啲醫生人工都低啲係嘛？係啊，其實冇乜分別嘅喎。其實即係你係醫生定係你係可能清潔係個分別唔大，或者裝修都唔大喎。冇錯，冇錯。咁所以即你會見到咧，原來係嗰一笪地方嘅社會文化咧，係好影響嗰笪地方嘅人使社會嘅不。即係不同的範疇的 inequality 有幾大啦，同埋佢哋嘅健康的 gap 有幾大嚇。咁我下一個 slide 咧，我想俾大家睇，係啦，呢個大家都知道嘅應該就是香港暫時嚟講咧，喺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OK，
是全球第一，即是说我们是 on average 平均来讲是最长寿的。嗱，这个所谓的 life expectancy 这个名字，我成日都觉得它是改错名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它是没有做到任何 projection 的，即是没有做到任何的预测。它只是运用了 cross-sectionally 在今年，即是譬如说我们说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在2022年这样才算。其实它只是用了2022年的数据来到去 life expectancy 是多少而已。那即是呢，你就要想一件事了，那究竟现在面临最高机会死亡的人是什么人呢？那范玲你一定知道了，就是by age 噶嘛，其實呢件事係 by age 啦，係啊，好似頭先你咁講，可能係 by 一啲群體嘅 category 喎，係係嘛 ？Life expectancy 就唔理群體 category 噶嘛，佢唯一理嘅就係 age group， 只係呢一樣嘢嘅啫嘛。咁所以咧，其實喺 life expectancy 嘅計法裏邊咧，佢就係睇緊而家每一個 age group 嘅人個 probability of dying。你有幾大機會去死亡，即係講緊2022年的老人家咯，基本上是因為大部分死人都是老人家嚟噶嘛。2022年的長者其實是什咩人呢？其實我哋要問的呢個問題。2022年的長者是一些很，我哋會話好有韌力啊，好，佢哋唔死得㗎。其實呢些人是你想想，是不是现在死的人是八十几、九十几岁，这些人是他们 survive 了什么呢？ Second World War， 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内战都不死得，还要可能饥荒又不死得，什么都不死得的，这些是 survivors。 所以这个 life expectancy 这么高其实不出奇的，尤其是香港一个移民的社会，全部都是，不是全部，但是高过八成以上的人其实都是移民下来香港的。很犀利的这班人，很健壮的，本身来讲有些是直情就是穿着条底裤就游水下来的嘛。甚至来到先找底裤是吗？是的。所以这班人其实令到 life expectancy 这么高，但是这个不代表真的在2022年出世的人他會活到85歲，兩回事的。其實所以 life expectancy 我經常都覺得是改錯名，其實沒有做過任何預測。不如我們又問一下 audience， 好啊，你們期望你自己活到多少歲呢？想活到好像現在這樣，女性是89，男人是83的，有多少人是想這樣的呢？譬如女性照舉手，想去到89，你不想嗎？男性去到83的呢？不是，這是我太太來的，她不想，我就有一點失望，因為我想嘛。當然了，剛才我們剛才討論說不要用歲數嘛，是但歲數就比較容易去統計的。那好了，降低一點，如果女性去到75歲呢，有多少人想去到75歲呢？女性OK， 咁如果男性去到75歲咧，都係公平啲啊！我哋同女性一樣，話又多啲喎。OK， 即係75似乎係一個幾吸引嘅數目字嚟嘅喎。其實80都應該吸引嘅，但係個問題就出現咗喺度啦。我哋一陣都會掂到少少。當我哋去計 life expectancy 嘅時候咧，佢係一個叫做二元分法的一個 concept， 一個概念。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因為它只是看你死不死而已，它完全是沒有理會到你生活質素的，它不理你健不健康，總之你是那刻死的而已。 OK， 或者這個大家要搞清楚。那當然啦，你說活得長命一點，應該那個群體應該都會健康一點的，這個都是事實。即是譬如你看非洲他們的 life expectancy 現在都還是50多、60多，是低的，真的，因為他們真的不健康嘛。但是當你去看一些已發展的國家、已發展的地區的時候，又不是只是講這件事，又不是只是一個數字就可以 解答一切，尤其是在一些有錢的國家。
咁我就同Michael Marmot 寫咗篇文啊，其實就係呢一篇文，就2020年嘅時候寫嘅，我哋就嘗試解答一啲點解香港人咁長命嘅原因啦。咁其中一個我哋講到嘅就係所謂嘅頭先我講嘅移民效應，係嘛？因為香港80%以上嘅人其實都係移民落嚟，咁通常咧移民得嘅人咧都係健康嘅，都會比一啲不能夠移民嘅人係健康嘅。咁之所以香港嘅人而家嘅人死緊嘅人咧嚇，其實一啲已經係好健康，不過佢都真係老啦，所以佢哋而家都開始離開呢個人世啦，咁樣啦嚇。咁同埋你會可以睇下咧，即係譬如話你對比香港同埋英國啊、美國咧嘅一啲嘅數字，你會發現咧，其實香港有好多嘢係做得好啲嘅。例如我哋睇下啦 ，incarceration rate 就係因為入獄率啊，香港係遠遠低過美國。violence 低過英國，低過美國，低過美國好多添。一啲後生嘅人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啲社會指數嚟嘅嚇。冇受教育或者係 unemployed 冇任何 training 嘅年青人，香港少好多嘅喎。Adolescent birth rate，OK，、okay? 即係話係啲即係好細個嚇，即係年紀輕輕已經懷孕嘅指數啊，你見到美國、英國高好多。OK。Infant mortality rate 啊，嬰兒嘅夭折嘅死亡嘅指數都係嘅，低好多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喂唔係喎，原來香港有好多嘢係做得唔錯嘅喎。所以我哋嘅 life expectancy 高唔出奇，我哋會覺得。但係咪咁樣，我哋就係 complacent， 即係話滿足咧？我係咪咁樣就滿足咧？係咪香港冇問題咧？自己覺得梗係唔係啦，因為sorry， 我冇睇過依一份即係paper 啦。你而家即刻睇啊！咁咧，但係咧就不過依個分析咧係啱嘅，但係有另外一個觀點咧，一個即係我諗除咗我之外，都有幾多人會係講咧，就係、是、其實香港嘅公營醫療體系咧。真係算係世界 number one， 我都幾 proud 去講呢樣嘢。當然有好多 bugs， 但始終我哋要去比較。你去比較，我真係揾唔到有邊個地方嘅公營醫療體系，即我所認識嘅咧係好得過香港。即雖然而家我哋都有好多香港人喺世界唔同地方啦，即包括喺內地又好，喺台灣又好，喺任何地方都好。當發生有大病嘅時候咧，其實都係翻嚟香港。咁即係依樣嘢有少少吊軌嘅，係個吊軌之處就係、是、你譬如出生率啊，我哋成個文化好少有即係真係出現單親媽媽啦，又或者係我哋對於即係墮胎各方面究竟係支唔支持啊？有冇宗教背後嘅一啲嘅框架，令到有啲情況會出現有好多隱藏性嘅即係。即係墮胎嘅嗰個問題啊，去到係青少年嗰個健康嘅支援，其實好齊全嘅。加埋其實個社會都算係叫做富裕，但係當你隨住年紀去增長嘅時候咧，當你進入咗成人世界咧，開始就會有好多分化嘅情況出現，就係同頭先講，究竟你係少數族裔，你係新移民，到最後你揾唔揾到份好工？你的收入幾多少？你住在哪一區？你住在那區的什麼居住環境？你有沒有買保險？因為呢公營體系呢是包了底的 Basic services 包了底，你有東西就可以經急症室入，不理你自己下去還是被人送入去還是怎樣，而我們醫護人員呢就一定是會幫你去處理。所以個 quality of life 究竟可唔可以
繼續咁樣保持住好似你啱啱出世，你喺年青個階段，甚至係進入成人嘅階段咧，咁呢個就係我哋醫生喺醫院做唔到嘅嘢啦。所以我想問一下范醫生，你頭先話你覺得香港嘅醫療公營醫療體系 number one， 我想問係咪個 quality of care 你係講緊係？啊，呢條真係問得好好啊！你都好中意篤下啲窿啊！就個 quality of care in terms of 咧，就係話嗰個死亡率，其實係低嘅，係。咁亦都係盡量係希望減少好多即係醫療上嘅即係問題啦。你見到我哋其實個機制係好 accountable 嘅，係。但係到最後就係我哋只係消除疾病或者盡量控制疾病，但係復原能力咧？而嗰個所謂復原唔係講緊身體復原喎，仲要講緊你喺個社會上邊可唔可以翻翻原本嗰份工咧？你可唔可以繼續有嗰個競爭力咧？甚至係你個家庭嗰個照顧能力會唔會因為原來你係個 breadwinner， 你 collapse 咗，根本就成個 family collapse 咗咧？啊，又或者係你因為個病令到你另外一個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一個屋企人要照顧你，而令到整體個家庭減少了那個收入呢？再加上就是如果公營體系只是令到你講得直接一點是不死只是存活，而那個社會體系亦都是令到你不會餓死，咁就會出現咗長命得嚟，又冇 quality of life， 就冇間到。咁呢一個真係究竟係想要嘅生活，定係其實呢一個係被動式嘅折磨咧？咁呢個真係值得深入去思考。係，係啦。而嗱，你頭先有講到我哋嘅公營醫療體系啦，咁我都想喺呢度咧用一啲數據嚟到去讚一讚嘅，點都要係啦，就係、是。我哋其實花嘅錢啊，即係 in terms of percentage of GDP 咯，香港係大概喺 healthcare 裏邊係花大概6% 到嘅啫。OK， 英國同埋美國多好多。OK， 18 OK， 呢個係 public social spending 啦 ，healthcare expenditure 有6.98同埋17.1。錢喺個醫療體系嗰度嘅，但係咧美國人嘅壽命預期嘅壽命咧，其實係唔係好高嘅啫。咁好多人就會話美國嘅醫療體系其實唔 efficient。咁 Bloomberg 其實出過一個healthcare efficiency index 嘅，就係香港係 number one 嘅嚇。咁呢個係事實嚟嘅，係。咁點解我頭先咁問咧？因為我和 Marmit 就想講一樣嘢，就係我哋要知道，首先 life expectancy 唔係真係一個預測出嚟嘅壽命咧，係講緊而家啲人有幾長命，而有一啲嘢咧其實係醖釀緊嘅，包括我哋嘅醫療體系其實都醖釀緊一啲嘅問題，咁我一陣間咧會講出嚟添，咁係從呢一本書裏邊咧。去引申到香港的一些的問題，咁啊，俾大家一啲嘅諗法啦。咁我哋裏邊咧就quote 咗呢一句出嚟，我哋就話 ：Yet we should be vigilant as to whether the different forms of social inequality that currently exist in Hong Kong are storing up problems for the future and will affect the life expectancy of future generations of older people。第二日嘅未來嘅 generation 嘅長者係咪仲係咁長命咧？可能係，但係會唔會好似之前嗰30年、40年升到爸爸聲咧？這個預期壽命，我哋覺得未必啊。而我哋喺香港見到嘅一啲嘅社會上邊嘅不公平或者不平等嘅現象，其實係儲緊一啲嘅問題。咁呢啲嘅問題咧，我哋其實花咗好多嘅好多年，其實我哋已經揾到好多 evidence 啊，因為有啲人就會問：喂，香港係咪真係有健康不公平嘅問題先？
咁我哋好多 people 呢度唔止啊，即係我 highlight 一啲出嚟。咁今日我會講少少嘅。咁同埋如果有興趣咧，大家呢一個嘅呢個係 Michael Marmot 啦，呢個係 Professor Jean Wu 啦，係我哋中大嘅老人學專家啦。呢個我自己啦。咁我哋咧啱啱咧，其實就呢一個健康公平研究所咧。CUHK Institute of Health Equity 其實出了第一份報告就是講香港的健康公平的問題的，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如果不想看一些太學術的文章，這個 report 也是 挺 user friendly 的，我覺得好了。還有另外一個 concept， 我希望今天大家可以袋到落袋，叫做 Tidal GradientGradient 咧係點樣運作嘅咧？呢、這個梯度，所謂嘅梯度嚇，就係講緊你越有錢，你係會越健康嘅喎。OK， 越有錢嘅人咧，佢話自己唔健康咧係越少。呢、這個為之梯度。嗱，呢、這個好重要啦，因為咧其實同我哋頭先講 average 啊、dichotomous 啊、二元分法咧。是絕對有息息相關的關係。我們可以想想有些什麼在我們的生活上其實是意願地分了它的，可能大家立刻想到政治，我不是說政治、okay? 我說的是健康的問題。例如什麼呢？例如你的血壓其實會的，是吧？即是你的血壓其實是 continuous 的嘛，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是需要一條線告訴你有高血壓，所以你要吃藥。那這個很方便的，我覺得是方便任何醫生去做一個診斷，但是不代表你在那條線底下一兩度你沒有事，其實你都是高風險的，是吧？但是就是有一條 arbitrary 的線要戒下去。那當你 apply 一樣東西下去我們的政策那裡，其實你會發現貧窮線這條線都是 arbitrary 的，為什麼是這個位置呢？為什麼不是那個位置呢？而在這個位置底下人才會拿到綜援，拿到 welfare， 高一點都拿不到，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是不是高一點不貧窮呢？是不是高一點很富裕？當然不是，我們其實個個都知道不是。所以 Michael Marmot 在這本書裡面他帶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有梯度，就是健康不平等的問題其實是影響著我們所有人，不是只 是貧窮線以下的人。在香港呢，即其實大家都應該我一說這件事大家都很有共鳴，其實做中產都是挺慘的，是吧？即做中產就是你不會享有到社會福利，你又要供樓，但你又不是真的那麼有錢，你就是stuck在中間。再加上如果你不嘗試去拿多些 health literacy， 即健康的識能的話，你就會投資錯了一些不同的地方，你更加蝕了。那你變了呢，到你退休那天呢，你會發覺自己呢是投資錯了，身體差了。所以健康適能 health literacy 呢，其實是所有人都要去學習，而這個就是可以提升中產的那個健康，即是提升你那個不公平的那個現象的。那等一下我們可以談一下。好啊，這幅圖呢也是我最近兩年前到就去特意看一下，喂，不如將香港分成18區，已經分了啦，不如看看有沒有這個所謂的簡單地區性的健康不平等，即是一畫出來就發現，哇，真的喔，原來有錢一點的區長命一點的人即是說你搭地鐵去了第二區你就立刻變長命的，可以你住在那裡，那你要住得起才行的。但是這幅圖呢其實是有些很重要的訊息要告訴大家聽的。第一件事就是剛才說過了， Higher the SES， 你的社會的社經地位越高，
咁你就越高啦，你嘅 life expectancy 啦，同一時間咧，你會發現咧，連呢一個 gender inequality 都細啲嘅喎，即係男女嗰個比例嗰個 life expectancy 嘅 gap， 咁啊呢度咧就會高啲，同埋係啦，呢個都講咗啦，呢個咧就係我將嗰啲。即係嗰十八區再細分啲，因為其實香港咧係有一個叫做 secondary and tertiary planning unit 咧，係可以劃到好細嘅，即係by街道嘅，可以係直情係。咁我又將個幾百個 TPU 劃出嚟咧，都係見到雖然有少少即係有啲 noise 喺度啦，但係你會見到 general trend 都係嘅喎。TPU 咁細個 area， 講緊幾條街啫，你都會見到越有錢啲嘅。zone 啊，或者 planning unit， 啲人嘅壽命係越高嘅。有啲 key messages 俾大家嘅，即係暫時喺呢一個位，一啲即係 intermediate 嘅 conclusion 啦。Life expectancy 啊 varies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residence 喺香港。我哋用 district 又好，用 TPU 嚟到睇。啊，將佢嘅中位數嘅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即係每月嘅入息啦，作為一個 proxy indicator of 你嘅社經地位啦，即係估計用呢個嚟到去作為一個 indicator， 你會見到有 gradients， 係嘛？即係佢唔係咁樣，好似上樓梯咁簡單，佢直情一個好似有一個行斜路咁樣，呢個重要嘅呢個，即係話。越有錢的人，他就會越活得長。調翻轉嚟講，就係越貧窮，他就會越短咯。咁即係話中間其實一路跌緊，啊，或者一路升緊，即係話佢 affect everyone。健康不平等唔係淨係 affect 嗰啲最窮嘅人，係個個人都買嘢嘅喎，係可以。而再俾多一個 example 俾大家，呢一個亦都係我嘅另一個 study 嚟嘅。我去睇 housing affordability， 香港你問香港人咧，問佢哋喂，你覺得最大壓力嗰樣嘢係咩咧？尤其是中產，佢都會同佢講供樓咯。係啊，我覺得應該係供樓咯，無論你係租定係自住，都係好大嘅使費嚟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即係一個 index 嚟嘅，20.8咩嚟咧，或者21啦，你當佢。香港呢條線就是香港啦，香港是全世界啊 number one， 由 number one， 不過今次唔係好嘢，唔係最 efficient 嘅 healthcare， 唔係最長壽嘅壽命，而係供樓嘅壓力最高，全世界 number one。21係咩意思啊？即係話你需要21年去供一層平均尺價、平均嘅。大細面積的樓21年喎，仲要嗰21年係你唔食唔住乜都唔做啊，即係嗰啲嘢唔計嘅 ，OK？ 齋用你自己嘅積蓄，你嘅 income 同埋你嘅收入，咁我哋亦都用咗一個 median 嘅 household income 嚟到去俾呢個錢，21年我講緊係。第二名的應該是 Vancouver， 如果我沒記錯。是第二名、第三、第四都有機會是香港人去的地方的。是。還是因為有我們去呢？其實是因為有很多香港移民，其實那個指數也是拉高了的， 是真的、這個、但是呢 11.9 和20是差了一倍，足足差一倍的。人哋10年已經係第二名，我哋係第一名，係20年喎講緊，再係12%喎，而家講緊係，所以好誇張嘅呢件事。Hong Kong has the least affordable housing among all the markets in the world. OK， 好啦，咁呢個係我哋嘅 study 啦。其實我哋會見到又有一個所謂嘅社會梯度。咁我解釋，因為呢啲數字嚟嘅啫。咁即係咩意思咧？解釋一下俾大家聽。因為有很多人就話：哦，供唔起起租啊！呢啲其實係貧窮人嘅問題，係窮嘅問題。我話俾大家聽，窮嘅問題咁簡單。OK， 大家要記住呢樣嘢，供
供樓呢一樣嘢係 affect everyone。點解咧？除咗最有錢嗰啲啦，當然。第一，我哋揾到一樣嘢就係較差嘅住屋負擔能力，佢係會令到有一個直接關係去影響較差嘅心理健康同埋生理健康嘅。而中間有一個間接關係嘅就係所謂貴乏，即係貧窮嘅情況。咁有幾多咧係 through 貧窮嚟嘅影響，大家有一個較差嘅心理同埋生理關係咧？其實佢係只係調節咗 15.8% 嘅 on 心理健康。和 34.3% 的生理健康，即是你100減16， OK， 你會發現原來有成88%多的因素是因為你住屋負擔能力直接影響你的心理健康，不是因為你貧窮，不好意思，是因為你供樓， OK， 大家明白這個概念，直接關係影響你的生理健康，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即我那時候出了這篇文之後，有些即坊間的 internet 就會說，是人都知道供樓會影響我們的健康，但是不好意思，這個是第一次在香港我們用數據 proof 到給大家看。好了，即什麼意思呢？ OK， Housing affordability stress might have stronger direct effect on health than indirect effect viaPoverty 或者 deprivation， 即是说住屋能力其实对比贫穷来讲，喂，都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尤其是香港，就是如果你真的很贫穷，你可以住公屋的嘛，你可以去住一些 government subsidized 很重要的，可以啊，是不是要等啊，当然了。Okay, the problem of housing affordability on health is not only due to being poor. 这个很重要。Health inequalities related to housing affordability also affect the non-deprived. 因为它有个梯度。即是说什么？中产在香港不是处之泰然的，在这方面。在健康不平等的议题上面，不是不关我们事，其实关我们每一个人事。咁啊，頭先啊，范明醫生有講到一個好重要嘅政策啦，香港嘅醫療政策叫做沒有人因為經濟原因得不到適切治療。OK， 呢一個要即係我成日教學生就係、是、你瞓住覺你都會記得，香港嘅醫療政策係沒有人因為經濟原因得不到適切治療。咁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有沒有人因為經濟原因得不到適切治療呢？在香港大家估下的話有的不如舉手，是的，有的，有人因為經濟原因得不到適切治療，究竟多少%呢？不如估個數字吧，大家試兩個出來的，給兩個 choice， 給兩個 choice， 好的，誰說大概是30%的，舉手，30%， OK， 30%很多，你覺得這樣都算多，很多，誰說大概是10%左右，這樣咦，怎麼沒人舉手的，真的很少，誰說沒有，香港沒有人因為經濟原因得不到適切治療，0%，舉手，又不是，即大家都是想估高一點，即是覺得香港其實都是渣渣地的。用另一個角度，會不會跟貧窮人口的比例有關呢？有可能是的。不過又是看這條線界在哪裡，又是了。是的，究竟多少呢？樣其實我是會開估的，我不用怕，我是會開估。我和Professor Samuel Wong 那陣時就做了一個 study。咁呢個 study 點做嘅咧？就係、是、其實做一個上門的 household survey， 係啦，就問了2000多户人家咁樣啦，香港抽樣咁樣問，就真係問佢：喂，你會唔會因為經濟原因你唔去睇醫生啊？你得唔到你應該要有嘅治療啊？咁樣。咁最後我哋發現咧，原來個數字咧，是 8.4% 的，即大概 10% 不到啦。不過我會說這個數字應該是
偏低的，我們低估了的，因為真的很窮很窮的人呢，你其實上門都不會 interview 到他們的。 OK， 那 OK， 當他真的 8.4， 我們給他了。 OK， 8.4 60多萬人口，都真的不少的，因為那個 denominator 大嘛，你是700多萬人。如果那個是低估了的數字，即是說其實接近100萬人，又是去回剛才范明說的那件事那裡，那不就是你的貧窮人口，其實是100多萬人、100萬人左右得不到適切治療，因為經濟原因。那這個很有話明白，就算它只是得 10% 或者 8.4%， 其實都是很誇張。為什麼？因為它的政策是沒有人嘛，由沒有人變了70萬、80萬、90萬、100萬人喎，而家係，所以那個反差其實大的，我哋唔好當係細咯，嚇。但係頭先，即係我覺得頭先嗰句説話咧，即係叫啲學生記住咧，其實可以有另外一種方式去記住嘅，就係點解我哋要。是提供一個即全方位的治療，是給所有人，不理他的經濟背景的環境，尤其是當社會資源分配出現了問題的時候，因為相對地弱勢社群，他的 health literacy 更加低，他對於自己那個健康上面的權利認知亦都低，再加埋就是他沒有資源，是在面對現時現代醫學希望是符合香港人的文化，快啲去做檢測，快啲有個結果，快啲安排治療。這件事隨著那個公營體系的那個膨脹，以及個健康那個質素在個 population 越來越即是叫做多問題的時候呢，其實用回經濟學的角度，根本就是個 demand supply 扭曲了，其實是應付不了的。在應付不了的時候，有買保險的人都用醫療體系，其實就令到弱勢社群就更加得不到適切的治療。沒錯，即我想大家可以想一下我們的job market， 即日常生活，其實就是這些是什麼人呢？其實我們有問的，即究竟為什麼這些人會因為經濟原因得不到適切治療呢？明明就是你的政策就是你去他就會給你的嘛，那個問題出現了在哪裡？就是出現了他們不去，他們直情不會出現在醫療體系當中。你可以 imagine 有些什麼人是不會出現在醫療體系當中，是吧？即是可能我們說的是單親的媽咪，湊一個湊三個離了婚，她的前夫完全不理她，沒有家用的、okay？ 那就是說她要打幾份工，可能她都不是很 educated， 打幾份工，那些工呢，你估會不會給一些叫做你病了但你都可以請病假，我都繼續是有薪地繼續用你呢？通常都沒有的啦，工會的 culture 在香港就幾乎沒有，那就是可以這樣說，就是沒有其他國家那麼 strong， fight 不到一些更好的權益和福利給這些的工人。那他不上班，因為他病，那他就沒有了那天的糧，那可能他想過度過，他就會覺得不如我都是上班，因為那裡有一個 opportunity cost 的很大的損失，我要供養 我的 這兩個子女、三個子女，我就繼續上班，我病都要上班。之後呢，可能因為他病了之後就傳染給其他人，那其實這個是一個惡性循環來的，你會見到，但是就是出現了這個問題了。而本身來講，這個政策他的意願非常之良好，沒有人因為經濟原因得不到適切治療，但我們要認清一件事，就是
呢一個始終都係一個receiving， OK， 佢一個 non-denial， 佢唔會 deny 你，你出現佢一定唔會踢你走嘅一個 system， 但係你要出現先咯。大前提你要出現，如果你出唔出現咧，佢都唔會醫到你嘅喎，係嘛？咁我哋就要問一個問題，究竟有啲乜嘢係 block 咗佢哋出現啊？點解佢哋唔出現咧？手停口停，冇錯。所以你大家要睇呢本書，因為呢本書裏邊講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concept 叫做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即是说影响我们健康的社会因素，影响我们的健康不单止是我们的日常习惯，我不是讲饮食那么简单，不是讲睡觉睡几多，有没有运动，有没有吃烟饮酒，是吧？大家有没有吃一些健康的食品，不是这些那么简单，而是为什么有些人吃来吃去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食物，为什么有些人叫他戒烟他永遠都戒不到，是什麼人來的？這個才是重要，而你會發現背後其實是一連串所謂的一籃子的社會的因素，其實就是影響著這一班人的 lifestyle， 他們的 behavior， 他們的行為。所以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concept， 而這個 concept 呢在香港來說比較新，英國呢因為 Michael Marmot 的原因呢講了二十幾三十年了已經，其實而一陣你都會見到其實 Michael Marmot 呢是英國政府是委託過他呢是做了一個 Marmot Report 啦，咁今年十年了已經，咁佢做了兩個 report， 去就是英國政府就問 Michael Marmot 咁點樣可以去盡量將這個健康不平等減少，不要說完全消除先，去減少。他就提議了我們要去 target 所謂的社會因素，去影響健康的社會因素這樣啊。所以在這裡我就看看先，沒錯，我又要講少少嘢啦，又我哋又再翻翻嚟，又用從呢本書咧，我哋又扯翻嚟香港個 context。香港係有喺 healthcare 上面嘅 inequalities， 即係話其實本來應該我哋嘅公營醫療體系咧應該要受惠於貧窮嘅人，但係正正亦都係呢啲人因為經濟原因得不到適切治療，呢個一個不健康的現象來的，應該他們要得到嘛，應該我們的 primary care system 是要是 pro poor 的，但是他反轉頭又不是的，這麼得意的這件事，為什麼呢？其中一個原因是要從香港的醫療政策和醫療的體系做一個分析。香港的 primary care 即是基層醫療，即是不需要住院那些，總之你是有病你去看那些，其實七成至八成呢是 private 的，是不是私家診所，其實大部分人病都是去私家診所的，方便嘛，近嘛，你走落街對面就有的通常。但你會發現 GOPC 所謂的排街症政府的診所非常之少，所以有些人就說今年的施政報告有個亮點的，就是他會成立一個 Primary Care Authority， 基層醫療，即他的意思就是說政府其實知道的，知道基層醫療如果做得不好的話，有一天終於有一天香港的醫療會爆煲，其實都已經爆緊，已經爆緊，但會更大鑊。所以基層醫療我們要做得好，我們要真的基層醫療是惠及基層，當然我是玩得字了那裡，但是基層醫療的意思就是當我們有病的時候，我們可以枕住去看同一個醫生，他可以一路 keep 住看，好像一個家庭醫生那 樣去看你的病，是可以幫你做一些的 coordination 的，你不需要自己去特登去 shopping， 即是去做一些醫生的 shopping， 不需要自己去找一些的，那麼香港人就特別喜歡找專科的醫生的。
所以呢啲係好重要嘅。好啦 ，this i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a predominantly private outpatient sector。啊，頭先有講到呢一個好重要嘅點。所以 people，OK，、okay, 大家咧其實係 indirectly 唔係特登嘅，佢唔係特登 deny 你嘅，佢唔會阻止你去睇醫生嘅。如果你出現嘅話，所以佢哋係 indirectly 不直接地、非直接地咧係 deny adequate healthcare。所以他們是因為經濟原因間接地是得不到適切治療，在香港的情況是這樣，其實現在是，所以我們要看 social barriers。 我們剛才說到有些什麼是隔絕了他們去接觸去拿到這些的、healthcare 的資源呢，是這樣。所以我們要看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而最後一個點咧，呢度我話 ，a resources approach that only focuses on healthcare resources may be limited in reducing health inequalities。呢個點樣去解讀咧？呢一句嘢 ，resources approach 係咩意思咧？就係話分配資源啦。但係 Michael Marmot 喺呢本書裏邊明確咁樣講，就係話淨係講分配資源係唔足夠。咩意思咧？呢一個，因為分配資源，你分配完之後咧。你就會話沒有人因為經濟原因得不到適切治療，我哋已經做到，大家都有 coverage， 其實是真的呢、這個，但係唔代表你分配完之後你停咗，啲人就真係會受惠到。所以我哋要睇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所以我哋唔可以淨係睇資源上面嘅分配，呢個係一個重點嚟嘅。而呢個重點咧，可能不是很容易去理解，但是我想大家、我給一個 scenario 給大家，那就會立刻明白了。我有一次跟政府，我不會說哪個部門，總之開會我就說、欸、你知不知道現在呢、在公共衛生的、就是、public health justice 這個 field 裡面，我們其實現在開始說的是 well-being 和 quality of life。政府很容易的，即其實你跟任何地方的政府他都應該這樣答你，不單止是香港政府。他就說了其中一個人，一個官員都高官來的，他就說我們是不可能可以 ensure 到人的 well-being 和 quality of life 的，我們只可以 ensure 到他們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在這裡。呢、这個就係 resources approach 嘅 limitation， 大家明唔明啊？呢、这個概念，呢、这個係講緊我分配咗資源啦，你用唔用你嘅事，其實係我哋可以咁樣去理解啦。OK， 簡單啲嚟講，我分配咗噶啦，啲醫生喺度噶，佢等緊嚟睇佢。咁呢個就我。之後都會想再講，不過我諗而家都要介入嘅啦。依度有兩個 concept 喺入邊啦，即係我好認同阿 Roger 頭先所講，關於資源分配，我分配咗啦。咁你分配得精唔精明先？依度在座全部都係納税人啦，係咪？係嘛？你納税，即係話你俾咗錢政府用噶嘛？但係政府點用呢？咁你想政府用翻喺你身上，定係政府用喺成個社會，令到呢個社會真正係做到你行出街都唔會見到有一個人你唔想接觸嘅咧？我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話，就成個社會都係 well-being 啊！你唔會見到話依邊我唔想行入依條街，我覺得行依條街唔安全，我覺得依條街啲人特別衰，我覺得依條街嗰啲人即係非我族類嘅。但係大家都係生活喺香港喎，係咪？咁所以翻翻轉頭咧，就係政府話啲，如果假設政府真係有人話，喂，我做咗嘢㗎咯喎，但係點解個 resource orientation 嘅話，點解個 resource 會係咁嘅咧？冇錯，係咪？咁係咪要重新去思考嗰個政策上邊嗰個資源分配？是不是做不到原本的效果呢？即等於我在公營體系即做醫生那麼久，我聽了二十幾年了，年年都說要給多些 budget， 年年都說給多些醫生給多些護士，
但是我們有沒有真正地去令到香港人健康呢？做不到，這條藥方用了20多年的了。其實基層醫療裏面，除了說剛才說 Health Access 要有家庭重新構建家庭醫生的概念，現在又搞很多智康健中心，是想做很多及早篩查，我們找到你早點有問題又早點處理，又不要跌入去重病那裡。但是都仍然沒有去處理一件事，就是為什麼這麼多人病呢？沒錯，為什麼這麼多 cancer 呢？為什麼我們要接受有都市病呢？如果我們接受都市病，那不如我們不要生活在都市，或者現在送貨那麼快，是不是？咁如果我哋接受曬呢啲 concept， 我哋預咗我哋30-40年後就真係唔係瞓喺院舍咧，就要請工人照顧，甚至要請機械人照顧噶啦。咁點解我要繼續行呢一條路，要選擇咁樣去做咧？我覺得我哋已經好早已經俾人洗咗腦噶啦。咁第二樣就係基層醫療入邊咧，有一樣政府好少講嘅，但係全世界即係 WHO 嘅基層醫療都係咁講噶啦。跟公共政策有關係，而那樣東西根本是不需要一分一毫放進去醫院裡面而可以做到的東西來的。很重要這個，等一下我想跟大家一起談談這件事咯。但這個 point 很重要，正所謂低成本高效益，尤其是現在經濟下滑的時候，想想那麼多東西呢，搞個公共政策的那個方向改變一下，希望有個好啲嘅結果咯。係，其實好多人點解會有一個 fascination 啊？即係我用呢個字，即係覺得開刀嘅醫生嚇，或者做一啲好複雜嘅 surgery 嘅醫生係特別叻咁樣啦嚇。因為其實我哋幾時需要呢一啲咁複雜嘅 surgery， 就係其實你已經病得都病入膏肓嘅時候，你先至需要。咁當佢醫得好你嘅時候，你梗係覺得你好感恩啦，係嘛？因為其實你嘅成功率好低嘅啫嘛，但係佢醫好咗你喎嚇。但係調翻轉頭，基層醫療就係、是、我都好似冇乜事啫，未發生，未去到嗰個位置，但係我哋就已經開始做緊 prevention。咁你知道預防就梗係勝於治療，我哋成日咁講，但係真係預防咗嘅嘢咧，我哋其實睇唔到佢發生啊嘛，就唔覺得有啲咩咁神奇嘅好多時候。咁所以其實基層醫療係重要，但係佢係冇咁 fascinating 嚇，冇咁 sensational， 冇咁轟動嘅嚇，醫好佢嘅時候。但係咧，我就喺度咧，容許我俾幾幅圖俾大家。去 illustrate 我剛才講的嘢一些重點啊。咁一幅圖咧，其實就是我在 UN 嗰度掹出嚟嘅。嗰陣時佢哋有個 COVID 嘅 report 啦，即係話我哋要做啲乜。其實就解答咗一啲嘅大家可能喺概念上邊，我哋首先釐清咗先 inequality。OK， inequality 有兩個人啦，即係代表兩個唔同嘅階層啦，當然係白人男人、黑人。應該都知道哪一個是比較上社經地位會比較低一點。 In general 呢、啊這個即這個不是 Oprah Winfrey、okay? 這個人有一個 tool， 你看到他多一些 resources、啊、其實是在說那些 resources 可以很多東西，教育水準、啊、水平、啊、社經地位、啊、他份工、啊、等等、啊，他就是有這個 resources 去接觸到、啊、這裡就去撥些橙下來吃啦、okay? 那我們可以將他想像為比喻為他 能否 access 到 healthcare， 這個人他沒有 extra 的 resources 幫他，所以這個是絕對是不平等的、這個、我們不想見的。那我們想見到什麼呢？是吧？那會不會說給同樣的 tool 給這個黑人的老人，這個比較社經地位低一點的，本身來講矮一點的這位女士，她會拿到她應該要拿到的 healthcare 呢？你都發現都還是差一點，因為這個只是 equality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資源分配了，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件事了，大家全香港人
都可以去公營醫療嗰度睇病，但都仲有問題喎，因為原來個 resources 雖然係同等，都有人攞唔到嘅喎，係嘛 ？Sounds familiar， 即係頭先好似咁樣講，一個打三份工嘅一個single mother versus 一個銀行家。都是同樣地被分配同等的 resources 去看公營的醫療，但是有人可以去到，有人去不到，就是好像這個的狀況了。 OK， Equ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好像 non-denial system in public healthcare sector that everyone can go to， 個個人都可以去的，但是個 outcome 都還是不一樣，所以這個 equality 未夠。It's harder for some people to get access， 是吧？咦，點解會咁嘅？咦，咁奇怪嘅呢幅圖，唔好意思啊，要大家眯埋隻眼嚟睇啊。但係我哋其實想做到嘅係 equity 啊嘛，即更加好嘅話咧，就係不如我哋俾一個更加長嘅 tool， 更多嘅 resources 俾呢一位黑人嘅女士啊。咦，咁佢可以攞到喎，即係話原來我哋係想達至 equality in outcome 嘅時候，我哋係需要 inequality in distribution， 即係話有啲人係需要多啲 resources。OK， 但係最後，我想今日好大嘅一個主題就係可能都仲未夠啊！我頭先都有講到 resources approach 都係分配咗之後，咁點咧？其中嘅就係。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就係嗰啲泥巴，佢仲係 block 緊某啲人去攞到嘢喎。咁最 ideal 嘅 situation 就係一個 justice 嘅 situation 咧，就係公義，真正公義就係冇埋啲泥巴。Michael Marmot 就係講呢樣嘢，我哋要去 identify 有啲乜嘢係社會上邊影響健康嘅因素。而去 target 呢一啲嘢，將呢啲泥巴拆咗佢啊！咁有啲乜嘢嚇？根據呢一個世界衞生組織，亦都係 Michael Marmot Chair 嘅一個 commission 啦，有啲乜嘢係我哋影響我哋嘅健康嘅社會因素咧？影響緊我哋嘅物質條件，影響我哋嘅行為、生理因素、心理社會因素，導致到有健康不平等嘅出現。其實是講緊呢啲嘢喎，我哋嘅社會經濟地位、社會嘅階層啦、性別啦、種族啦、教育、職業、收入，而有啲乜嘢係導致到香港嗰個 profile 係咁樣嘅咧？可能呢個係一個 distribution 嚟嘅，頭先講 distribution， 咪就係我哋嘅社會經濟嗰個環境啊，社會經濟政治環境。同埋個管理體系、宏觀嘅經濟 macroeconomic policy、社會嘅政策、勞工市場、房屋土地、公共政策、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社會價值觀，你會發現一樣嘢。喂，我講咗咁耐，好多好多同健康政策、同醫療政策冇關嘅，喂，正正就係頭先啊范寧醫生所講嘅。我哋唔可以淨係睇醫療政策啊，其實係 social policy 嘅一項，講緊同經濟有關啊。而家係社會政策、勞工市場、房屋土地、教育，同呢啲嘢係息息相關。即係話咩咧？簡單嚟講就係話，如果我哋要解決健康不平等嘅問題，我哋唔可以單靠去改革我哋嘅醫療政策。我哋要 go beyond 醫療政策啊，直情 ，OK， 咁啊，我呢個 slide 完咗，我就交俾范寧講佢一啲實踐嘅經驗嘅會。好多嘅 inequality 喺全世界啦，包括香港，佢哋係可以處理，但係冇被處理到，所以佢哋係唔公平啦。頭先我哋講咗呢一個概念。不平等佢唔係一個單單二元對立嘅一個 concept，OK？ 我哋要如果要去處理，我哋
要 go beyond anti-poverty。 其實香港成日都講扶貧扶貧，咁佢真係扶喺貧窮線以下嘅人，貧窮線以上嘅中產佢哋唔會理。Need to look at the gradient, social gradient in health。 頭先講到個梯度好重要，因為佢 affect 所有人。如果我哋要去減低呢啲嘅 health and healthcare inequalities， 我哋要 look beyond。剛才講的醫療政策不可以只是單靠醫療政策，我們要看這些社會因素，影響健康的社會因素、這個就是這樣 review 了。他那時候 是寫了六大政策綱領的，即有些人會說那你 怎做呢，是吧？英國嘗試去做，我們可以 take reference to 英國。他們 Michael Mormon 就說有六大樣東西是很重要，讓每位的孩童有最佳的人生開端，不是醫療政策來的、這個、讓所有孩童、青年和成年人發揮最大能力並掌握自己的人生，為全民創造公平就業和良好的工作，是不是 Work Education、這個、說教育，確保全民的健康生活著標準，營造健康永續的、就是、sustainable 的場所和社區，這些講的 social infrastructure， 是強化預防的角色和影響。這個 F 呢就真的是醫療政策來的，這個是講 primary care 基層醫療。你發現六大裡面五大都不是真的醫療政策，而第六個是講醫療政策，你會發現它是講基層醫療，講預防。我們要而英國政府嗰陣時 commission Michael Mormon， 咁佢哋點做咧？佢基本上就係講緊一樣嘢，就係、是、哦，你係喺教育嗰邊嘅，即係你係政府人員啦，你係 Education Bureau 嗰邊啦，教育局或者你係勞福局，你哋記住你哋制定政策嘅時候諗埋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係咁樣去玩嘅佢哋嗰個而家嗰個遊戲或者佢哋嘅 approach 啊。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香港可以學下喎。咁啊，呢啲我啲資料啦，如果大家想係 contact 我，但係咧，以下落嚟咧，我交俾阿范寧醫生，佢有啲實踐嘅經驗，同大家分享。實踐就應該大家都有嘅，只不過大家冇用呢個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 嗰個 lens 去睇你自己個生活環境咧。咁我相信都有人係咁樣去思考。我自己本身外科醫生嚟嘅，咁啊做手術 ，cancer 啊、急症啊，最勁嗰啲，最勁嗰啲，其實冇嘢勁嘅。你問我揼石仔都好勁嘅，我唔識揼啊嘛。咁我自己亦都有去過一啲海外嘅義務工作，譬如跟無國界醫生啊、國際紅十字會啊咁樣。咁我一個最深嘅感受係咩咧？就係、是、當你嗰個社會，無論佢係上邊嗰個保護罩，你見到呢度其實嗰個彩虹圖就係比較細啲啊 ，sorry 啊，但係其實呢個就係個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 嘅第一代嘅一幅圖嚟嘅。好簡單理解咧，就係中間紅色嗰個咧，就係你冇辦法改變嘅嘢，譬如你個歲數、你個性別、你個種族、你個 gene。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其實外面一堆東西，你的生活環境、你的成長環境、你的公共政策和去到甚至是法律都影響你的健康。譬如香港其實有真正的難民，但是香港真正的難民就算他被 recognize 所 UN 已經說他是難民都好，他在香港是不可以做事，亦都沒有 subsidy。 但是這個難民政策在其他世界地方的一些即跟香港一樣那麼發達的城市是不會出現。那這個是個法律製造了出來的一個現象來的，所以你不要以為法律和健康是沒有關係，是一樣有關係。甚至簡單到就是如果大家住健康的，記得兩個月前這個 Consumer Council 出了一個 report，但是好像社會沒什麼迴響的，就是在市面上有六成的食用油你買到回家的是有致癌物質。跟我的學生說，你有沒有回家看看你媽媽煮餸的那些油有沒有致癌物質，接著那些學生很驚嚇。
在座有冇人知道呢件事噶？冇，哇！個個都零頭，有有，但係即係單位數喎。咁所以你諗下呢樣嘢，你話咁出咗呢個報告有冇 action 咧？純喎。所以我哋咪做死咯，喺醫院。咁所以我想講嘅係，有好多嘢咧，就唔係淨係醫護人員先可以做得到嘅。保障市民健康咧，其實係所有人都有責任嘅。我哋一齊去揮霍一啲嘢咯。咁就我自己都曾經接觸過上米康媽媽。咁我好欣賞佢一句説話，呢、這個就係同我哋醫護人員有關嘅。佢上一次啱啱喺疫情前咧就嚟過香港，咁佢又嚟過我個 NGO 醫護行者咧就睇過，因為我哋其中一個我哋嘅綱領咧就係想促進香港嘅健康公平嘅。咁佢就係呢一句説話觸動到我好多年前，就係、是、你醫好咗呢個人。你放咗翻俾佢翻翻去佢自己生活嗰個環境，如果佢嗰個生活環境係冇改變，佢嘅生活行為冇改變，如果冇改變係佢冇能力改變，佢注定會翻嚟嘅。爭在翻嚟係邊個地方嘅啫？等陣間我有個好好嘅例子咧，俾大家睇到嘅。但係喺未開始之前咧，其實呢條問題我一早想問大家嘅。呢度有幾多人係覺得自己係健康㗎？嗱，我哋將佢分開三類啦，簡單啲啦，身心靈，身體健康嘅有幾多個覺得自己係身體健康㗎？幾健康咁算唔算健康？不如咁啦，嗱，十分係滿分，有幾多個人覺得自己有七分㗎或以上㗎？哇，這麼少。OK， 但好彩一樣嘢都係後生嘅比較多啲，居心啊！即係我最驚連後生都覺得自己個 physical 唔健康啊，真係大鑊。心靈健康嘅覺得自己有七分以上嘅，冇包括冇乜即係冇乜好大嘅心理壓力嘅。哇！又幾好喎，真係好嚟得聽嘅人都應該唔錯。靈性都覺得健康嘅咧。靈性定係社會咧，定係點樣嘅？社會難啲喎，真係係啦，即係因為通常我哋都係講身心靈啊嘛，即係覺得自己好平和啊，即係有依靠啊，不如用 layman term 啦，係啦，有幾多人咧？喂，又少過心靈健康喎 ，OK， 都少喎，好，頭先就係想問啦，既然係咁。你自己問自己啊，點解咧？其實真係要問下自己點解嘅喎。如果你覺得自己真係唔健康，係即係我哋講嚟講嗰個三篤屁啦，都係話係咪同你工作時間長有關咧？係咪同你家庭入邊有其他一啲嘅壓力，令到你會覺得自己唔健康咧？定係你覺得自己根本係飲食唔平衡啊，或者係做唔夠運動啊，就一定係唔健康咧？好啦，再問多一條問題。嗱，呢個真係要大家出大聲嗌出嚟啦！你覺得有邊啲職業喺你即刻喺個腦海入邊係覺得佢哋係唔健康嘅呢班人？相對地，成個群體嚟到諗，我覺得我先啦。在啲餐飲業洗碗嗰啲阿姐 ，OK， 屬於都係叫做餐飲清潔嗰扎啦。係啊，係啊。點解咧？佢哋冇乜保障嘅，其實即係第一個工種已經冇乜保障嘅，其實嚇。佢哋嗰個 job 嘅 nature 本身嚟講，即係要我見到成日佢哋係踎喺度洗嘢咁。都不是一個很好的坐姿啦，啊，即可能會影響他們的腰骨，啊，可能會腰酸背痛，啊，這個已經是身體上面已經不是那麼好的了，啊，而且呢他們餐飲業的清潔呢其實都是，不是很有尊嚴，我覺得，
即係社會上不會當佢一個好可有可無咧，即係人啲人會覺得咧 replaceable。你唔做呢份工，我揾第二個咪得咯。嗯，佢唔會覺得被尊重噶嘛。呢個影響到個心理狀況噶喎。係啊，啊幾好啊 ，Roger。嗱，餐飲業嗰啲咧係入流嘅司機，尤其是的士司機、小巴司機。遇到啲的士司機、小巴司機咧，真係亂命日咁樣嘅。我見過一個的士司機揸車咧，咁樣揸嘅。我見到坐喺後座嗰個都有啲驚嚇。好，佢哋有冇買保險啊？佢哋有冇做身體檢查？有好多司機咧，其實有糖尿病，佢哋唔敢食藥。佢哋唔敢食藥係其實係有職業道德，佢哋驚自己血糖低啊。即係話佢個血糖更加控制得唔好啦。咁所以咧，我哋依啲咁嘅工種其實係好普遍嘅喎。再加埋司機唔計啦，其實看更清潔工個收入好低嘅喎。不過就嚟清潔工可能會有40蚊咯。咁40蚊，我聽到電台講個形容詞係咩咧？就係話呢個係基層市民的嗰個生活需要嚟嘅，基本生活需要，即係基層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是每日40蚊。咁同一個基層市民的健康生活需要，其實有冇人計過幾多錢咧 ？Roger 呢個我諗可能是一個很好的 topic 嚟嘅喎，即係我就冇能力做呢個研究啦，但是我都覺得可以對沖翻政府不嬲諗基層市民的即基本生活需要究竟是多少錢呢樣嘢咧？其實我都不知道佢那條數個 formula 係點計出嚟嘅。咁但係咧，呢度在座咧都是翻緊工或者做緊嘢嘅。我自己覺得咧，呢一啲工種咧，其實都是不健康。我哋醫護長工時係咪？我另外一個咧，帶啲醫學生咧去即係學習嘅時候咧，就會去醫生嘅休息室同埋護士嘅休息室嘅，入邊係擺曬啲裝褲喺度。做金融嗰啲，你去中環、金鐘、灣仔就唔算啦。而家好多轉移咗去鰂魚涌啊，嚇或者係觀塘、九龍東啊嘛。你喺 lunch tea time 咧，總會見到下邊好多人咧喺度食煙嘅。跟住夜晚咧，啲燈咧係唔熄嘅，入邊係真係有人嘅，唔係玩空城計嘅。因為要追埋美國嗰邊、歐洲嗰啲市嘛，係咪？當然而家多咗屋企啦，但係都係追緊啦。另外就喺酒吧度要應酬啦，保險啊、地產啊、飲食業啊，而家即係依啲教育啊、建築啊，依啲基本上係而家嗰啲即係基本嗰啲行業嚟㗎啦。但係你不斷都見到有好多工傷嘅問題啦。壓力啦，啲老師好大壓力啦，嚇！飲食業本身就已經係唔健康啦。咁其實，你再咁樣諗下咁樣，咁差唔多係全香港人都唔健康噶咯喎。咁事實係，你睇呢條數就知啦。呢條數過氣噶啦，嚟緊2025年咧就會再出噶啦。看兩個數字，就是你見我不會特登去講65歲以上，因為我都預咗今日大部即係全部人都係65歲以下，大家自己對號入座。即係話依一度，如果咁樣去計嘅話咧，我都幾相信在座加加埋埋咧，都有一半人咧係或多或少係跌入去依啲咁樣嘅情況，仲要係一個 underestimation 嚟嘅喎。咁所以實際上就係當你進入咗年老嘅階段嘅時候，你就會有超過一種嘅長期病患。記住呢個係香港喎，一個富裕社會嚟嘅喎，所以咪我哋好中意咪將佢叫做富貴病咯。但點解我哋要接受呢樣嘢咧？即係話大家70歲都未必退休㗎，因為而家冇人想退休嘛，係咪？好現實㗎！依度在座有冇人想退休啊？去到70歲，一個、兩個想嘅喎。通常啲人退休咧嘅情況係點咧？
我形容是被退休，是因為你身體不好所以被退休。只有兩個人宣布這件事，一是你就自己退下來，一是就是醫生宣布的，喂不行、你隻眼看不到、糖尿眼，喂不行、腎虧了、喂不行、做完手術發現原來你的 cancer 已經去到第三期甚至第四期了、在醫院大把，我經常都要 big bad news 的。這個就是回到剛才 Roger 所說的一件事，其實呢我們不要只是單純追求長壽，最理想 的健康狀態是怎樣、我們沒辦法長生不死的，但我們希望是條curve在上面盡量好像、在個高原上面，高原有質素嘛，高原上面行行到最後係啦，橫行去到最後係急斜落，最好120歲嘅時候咧，係119歲咧，仲行得走得，食得瞓得，睇波飲茶，同曾曾孫玩。睡眠中過酒最正。最正啦，唔得都好啦。你長期病患到最後，中風又好，心臟病又好，cancer都好，最多一年搞解決咗佢，係咪最好啊？是不是一年都挺辛苦？好好的了 ,enjoy 了119年即是都要接受的这件事，但重要就是我們要追求，就是说死都要公平嘛。是今天不是一个 topic， 但死都要公平这件事真的、就是、可能讲几堂都搞不定。我最小纪录呢做胆石手术呢，就有一个男仔和一个女仔。男仔咧就食麥當勞大，依度如果你以後要做宣傳，記住幫我 cut 咗佢，即係唔好 cut 食乜大嗰度咧，你 cut 咗佢。但我真係直接咁講，即係食嗰個有個英文字嗰、那個，就幫我換咗個後生嘅樣啊，即係個 KFC 嗰個咧換咗一個後生啲嘅。女仔就食 KFC 大。所以吃麥當勞大吃 KFC 大不是說他因為吃過，他直情是每天是當浸住吃一餐至兩餐這樣浸住吃，兩個都是弱勢社群的家庭的小朋友來的。那你說哇不是、這些很貴的、這樣，但是你 compare 和你是用小朋友的生活環境去想，其實大家放學都是去這些地方的。幾歲的哪兩個？兩個都是16歲16歲？沒錯。哇，暫時是我的最低紀錄、所以他找 Carla 去拍廣告很合理，是吧？果然是有生意頭腦。學校是很重要的第一關來的，剛才 Roger 說了、我也曾經有想過，即政府說要發展一個體育事業，但你發展體育事業，你不是在外地 去引入一些專才入嚟噶嘛？係咪？你不是靠在美國訓練大的何思培啊，又或者是在即係大灣區啊、國內落嚟的朋友嚟到去代表香港參加噶嘛？係咪？咁我哋係咪應該從細去令到我哋香港的青年人係進入呢個發展體育事業的嗰個中堅呢？咁我哋係咪淨係唔好追求呢個成績，而係仲要係令到多元發展實際係真係令到佢健康咧？學校有呢個計劃，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其實係自愿性嘅啫。咁同埋去到中學就斷咗層，入大學咧亦都冇規定你咧係需要有一個好嘅身體，甚至係一個好嘅健康即係機能。嚟到去進入大學嘅，但係好多先進嘅地方，包括即係英國、美國都會諗呢樣嘢，甚至我哋國內都會諗呢樣嘢。咁我哋係咪應該要將青少年健康係擺喺學校嘅一個 KPI 入邊咧？咁所以咧，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翻，就係話，其實喺基層醫療咧，係由生到死都係基層醫療嚟嘅。出世，你究竟出世咩家庭？你个家长点样照顾你？
我屋企攞開打開嗰、那個打開個雪櫃，究竟見到啤酒多定係有定係有呢個係即係有生果蔬菜擺喺生果蔬菜嗰個格嗰度咧？其實都好大分別㗎啦嘛。係啊。咁另外就係屋企有冇家暴，包括小朋友係咪？包括有冇見到阿媽俾人打？嗯。嚇、啊！究竟呢個家庭個 household income 係幾多？有冇得參加 OLE？去到咦打唔打 measles 啊？嗯，係咪？而家都有好多，居然仲有呢個年代，仲有爭論話打唔打 measles 咁樣。咁我哋做醫生嘅真係好難搞。咁呢啲都係同個小朋友成長，跟住去到學校嘅嗰個階段，就係頭先講飲食嘅嗰個習慣嘅建立。嗯，啊、老師而家都好少講健康議題，我有時候都要參與學校嗰啲健康議題，免費去做一啲講座。但是講完之後落去學校嗰、那個小食部咧，就發覺，咦，哇，充滿住中闊觀念嘅呢樣嘢。係啊，我都覺得頭先我講咗啲乜嘢咧，跟住啲人一落堂咧就衝去買啦。咁其實真係我都即係老師話再邀請我，我都話你不如搞掂咗你嗰個小食部，你先再揾我啦，真係。咁所以其實基層醫療咧，淨係靠醫生護士咧係搞唔掂。咁頭先講嗰啲即係一啲健康適能係咪老師家長係識咧？其實鋪天蓋地由電台去到電視去到上網，其實周圍都有依一啲咁嘅資訊。但係我哋嗰個生活環境其實係好難造就到咯。又好現實咁講，真係原來食沙律仲有機會貴過去食一個飯盒嘅，真係。梗係啦。啲蔬菜咁貴，你見得到中間嗰個黃色位咧，就係、是、就算細個，我哋點樣冇辦法去建立到一個健康生活。去到我哋進入依個勞工市場，無論我哋嘅收入可能唔係咁理想。頭先嗰個衛生署嘅研究就係見得到，就係可能我哋已經有好多人潛藏有血壓高、有三高、有血糖窄界。即係我哋人始終都有啲 resilience 嘅，我哋後生，所以記住咧，一定要做多啲運動。嗯。嚇，唔好自己嘅小朋友喺肥胖，用肥胖嚇可愛咁樣進入去一個成人階段，咁你就會更加容易進入頭先嗰個長期病患嘅前期。透過呢個基層醫療及早去篩查你出嚟咧，包括係甚至係精神健康。壓力都有得篩查嘅話咧，就可以減少好多家庭嘅悲劇，亦都令到你嗰個 breadwinner 或者嗰個所謂即係屋企嗰個主要嗰個 income 嘅即係收入者咧，係保持健康嘅話咧，就唔好令到個家庭冧咗先咯，起碼。咁呢個就係希望係成個所謂基層醫療透過醫護體系可以做得到，亦都透過希望係同學校可以做得到。剛才還有一個即框架的就是工作跟工作有關。其實香港最大的僱主群是誰呢？大家有沒有探究過一件事？最大的僱主群即單一的這樣可能很容易說出來，其實是不是公務員體系都很大很大很大批啦，是不是大學員工都很大批啦，醫管局員工又很大批啦，是不是？但是如果用真的整個香港來到去看，其實有一個群組的，我最近才認識到，其實香港的中小企呢佔了勞工市場一個很大很大的份額，但是香港的中小企呢其實就真的未必有實力呢是提供到很多醫療的保障給員工。而很多中小企甚至剛才講的餐廳啊那種咁樣即高危職業背景的那些群體，他們究竟可不可以參加到基層醫療，甚至是政府 facility 他們去參加基層醫療，而給予僱主一些 incentive 甚至是減稅，可以做到一個效果呢？這個真的是一個選擇來的。
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永遠咧都仲喺一個下游階段咧，喺個 disease injury 啊，我哋而家嘗試行高少少，去到 behavioral 嗰度 modification 嚇，透過康健中心啊，透過好多一啲社會宣傳咧，其實都仲係好下游嘅。頭先阿 Roger 講好多衣食住行上邊嘅唔同嘅政策，其實就係可以再高少少去處理。但是你要處理這些東西問心那部分，如果你沒有再高一點的思維 Health in all policy、Health equity、健康公平這種這樣的思維，嘗試去平衡那個社會資源分配的話，你到最後你是做不到下面那個效果。所以我很欣賞 Michael Marmot 那個前瞻性的那個理念，也都是建立了很多即是政策的概念出来。年纪大了、你们应该都有机会陪啲年纪大的家人看病，是不是？医生很喜欢讲的，吃多菜啦，喝多点水啦，做多点运动啦，行多点啦，落多点公园啦，是不是？不知道吗？我经常跟我的医学生讲，你不要單純地說一些無謂的話，你叫阿婆擘大個口沒有牙，你見阿婆督住個拐杖行路很辛苦、有輪椅那些，你不是跟阿婆說，是跟阿婆身邊那個人說，但是身邊那個人可能是陪診的。跟住就是阿婆究竟是不是拿綜援呢？哇，拿綜援有生果金，是不是？阿婆那些生果金用來買生果的，還是放在床下底？為什麼要放在床下底？怕不夠用嘛。所以即有很多政策是不是真的到位，又或者很多即在社會不同的 professional 呢，我們很割裂地去思考一個問題。那這個割裂式去思考問題是造就到而家我哋係唔能夠好全面去睇嗰個公共政策，到最後係影響緊人嘅 well-being 咯。其實喺紐西蘭係有一個 well-being 嘅 budget 嘅喎。咁好啊！我唔記得咗 exactly 個 term 係咪 well-being， 但係佢係真係有一個係同 quality of life 有關嘅 budget。哇！呢個好難得嘅喎。但是 要做得到呢，其實我相信他們應該是經過很代的思考、討論、啊、還有是一個社會的那個共識才可以做到出來的。那你說香港是不是得不得呢？即是 我會覺得是、未必不得的。因為呢，上次我跟 Roger 談過一次啦，在另外一個場合，我後來發現呢，原來呢我們中國內地呢開始有很多學者咧，仲要喺唔同城市，甚至有啲係政府官員自己講緊健，佢都係講緊健康公平喎。係。雖然咧國內嗰個演嘅健康公平同我哋今日討論可能都有少少出入，但係佢哋個結論都係話要政府增加多啲社會資源，唔係淨係喺個醫療體系個 primary care 度喎，直情係話住屋，講明嘅住屋。那個生活費嗰個支援喺依一啲咁樣嘅 social determinant 嗰度上邊，其實佢哋行得好前喎都。即係 Roger 有冇其他嗰啲即係相關嗰啲國內嗰啲交流有啲少啲，少啲。不過我覺得係我唔會覺得出奇咯。即係尤其是可能佢哋嗰個教育，好多時候都會講到一啲社會嘅因素咯。冇錯。咁。我不覺得出奇，他們會說這些東西重要的，重要，很重要。另一個就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阿婆出現在醫院呢？剛才說了，我們是不是年老一定是沒有牙的呢？我們為什麼這麼多人的膝頭哥傷得這麼重要呢？即是 compare 到外國的同年的老人家
其實我哋嘅老人家雖然個韌性好大，但係你知韌性好大，有機會係因為我哋嘅內心強大啊嘛。係啊。咁但係你 physically 真係點解又咁多喺院舍又插曬喉又剩又行唔到，有咁多呢啲問題咧？因為佢哋其實係結果嚟噶嘛。佢哋之前嗰六十幾七十年究竟係點過？貢獻咗俾社會資源。他們究竟是有沒有是令到他們是真正是叫做保養呢？所以 Determine of Health 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想的，我想想埋醫療體系，這個 percentage 是就著每個不同社會會有改變的，但是在一些好像這麼富裕的香港社會，亦好似喺美國、英國，即係呢啲先進嘅社會咧 ，healthcare 咧，你抌幾多錢落去咧，都係得廿零三十個 percent 係 contribute 到一個人嘅健康嘅啫。非洲會多啲，即係或者一啲落後體系，譬如中美洲有啲海地啊啲會多啲，多到甚至係 healthcare 你只要抌少少錢落去咧，就可以提升好多噶啦。係啊，但係對於富裕社會咧。反而咧，上邊嗰扎 social economic 啊，你個 physical environment 啊，先係重點嚟噶。譬如有一個數字可能會嚇親大家，香港而家肺癌咧有一半咧唔係食煙，咁咧開始有研究出嚟咧係空氣污染，或者同個家居環境有關係。其實咧我自己都有啲思疑咧，頭先話。呢、這個 consumer council 我成日突然間唔記得咗個中文係消費者委員會，話有六成食用油啦，有致癌物質咧。其實你啲油再去炸佢，嗰啲致癌物質有機會揮發出嚟噶嘛？係啊，係咪？咁所以有好多嘢我哋冇詳細去研究，但係越嚟越睇得到，唔係淨係專，唔係淨係因為你年紀大，所以你一定係病噶啦。其實係成個生活體系可能係根本係出現緊一個問題。戶外嘅即係 indoor air pollution 空氣污染係絕對係致癌lung cancer 嘅一個好大嘅即係 risk factor。咁你話食煙飲酒係個人行為啊，所以你食煙即係抵你死啦，你又有心血管又咩咁樣係咪？酒煙嘅。咁但係實際上就係、是。點解戒煙嗰個 program 咁多年去到而家係 plateau 咗喺10% 冇辦法再下降咧？其實全世界都係類似咁嘅情況。點解咧？冇人唔知食煙係危害健康嘅，冇可能嘅事嚟嘅。但係點解都係咁咧？喂，呢個係你個個人選擇嚟㗎嘛？食煙有好多唔係弱勢社群嚟嘅喎，食煙唔平嘅喎。飲酒睇你飲咩酒啊？飲酒可以好平當水飲，咁點解咧？點解都仲係會人係選擇係咁樣做咧？話你揾唔到個 meaning of life， 咁有好多嘢我哋頭先講唔係淨係 physical 啊嘛，係身心靈社。頭先冇講社，因為社比較複雜啲，而家即係開始出咗嚟社群啊，係啦。loneliness 被排擠，被壓抑，有好多嘢嘅喎。咁你唔睇嗰條數，咁咪仍然有10% 嘅人咪持續都係繼續係食煙啦，到最後都係嚟到我哋嘅眼前啦。咁我哋醫護行者就嘗試係用一種新嘅模式去做，就係 social prescription。我哋冇辦法做針對係喺青區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弱勢社群，就是在職低收入家庭，即有上班那班，但是呢收入低過中位數的。其實他們我們研究過，甚至是比拿綜援的是更加弱勢，因為他沒有拿政府的資源，但是他長工時收入低，沒得住公屋，你有住公屋就差很遠了，已經是很多時候是住板間房。我哋咧就想創造一樣嘢咧，就係你同佢哋講健康咧係嘥氣嘅。佢只要翻到工，佢只要堅持到，
他就覺得自己健康了，因為揾食緊要，因為要養家緊要。我哋遇過有一啲二百幾度上壓、二百幾度下壓、140度嘅單親媽媽，好似頭先你咁講。嗯。因為要做嘢同埋養一個好即係讀小學嘅女咧，佢係冇去睇病。嗯。佢亦都因為佢試過食過藥頭暈，所以更加唔做，即係唔肯去。我哋都要說服咗佢好耐咧，先至可以令到佢重新肯食翻藥。咁有好多呢啲個案嘅，其實係咁喺疫情更加睇得到，就係我哋嘗試係透過譬如話資源喺個生活環境上邊嘅改變咧，譬如改善一個佢個渠啊嗰啲咁樣嚇，跟住係食物支援咧，因為呢三年疫情，尤其是頭一年咧。是很多人是即時很多失業的，那我們嘗試是做 social prescription， 你有 social prescription， 他跟你建立了一個信任，和看到他自己沒有那麼困境的時候，他你才好跟他講健康。 social prescription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你 prescribe 什麼給他，即是配什麼藥方是什麼來的？藥方其實真的是個 resources 是改善的生活環境。嗯。甚至是那時候最開頭的時候，記不記得三年前買口罩去沖的時候，你就算肯給錢都買不到。記得。但是他們呢，是真的啲口罩呢是用一個禮拜都不肯掉。是。還要聽埋啲即係唔同嗰啲思想亂咁嚟。是咁我哋就即係用一個即係真係好平嘅價錢配俾佢啦，因為始終唔可以零成本。另外就係譬如話，我哋同明愛合作，就即係去做一啲係符合規格嘅布口罩，喺相對地唔係最高危嘅環境，喺個工作環境俾啲弱勢社群去用，就係嘗試去做 social prescription。咁所以我哋後屘再覺得啦，我哋咁多年嘅十年嘅經驗咧，即係呢個健康公平想喺社會上邊實踐咧，就係、你一定係要跨界別咁樣去做，就唔係淨係醫護自己去衝，或者淨係做篩查咧，其實係唔得嘅。係盡量要同一啲影響起居生活、衣食住行相關嘅羣體啦。咁頭先講過咧，嗱學校我哋有去合作嘅。我哋而家亦都同好多教師同埋學校社工係有做你可以話叫交流啦、培訓啦，係希望佢哋透過佢哋咧喺學校增加呢個身心靈健康嘅嗰個份額。第二個咧就係同僱主，我哋試過幫過喺葵興一個係有四個屋苑嘅大廈管理的公司啦，去做咩咧？就係嗰時候佢哋其中一個 manager 好好啊。大家記唔記得四五年前咧喺屯門發生過一個虐兒個案啊？林林離世啊？唔記得。簡單啲咁講，係一個家庭係有兩兄妹係一齊去翻幼稚園嘅。咁突然間咧，個女仔咧冇出現。但個男仔繼續翻學，翻咗一個禮拜，但係平時佢哋一齊翻學嘅，咁當時就係學校個幼稚園冇察覺，大廈管理員冇察覺，到最後件事曝咗光，即係而家都判咗噶啦，其實係。但係講翻轉頭就係依個其實係咩咧？依個就係一個社區可唔可以有 social resilience， 有冇一個 social network？同埋有冇及早識別介入咧？其實就係影響人嘅健康。到最後呢個其實係一個死亡個案嚟噶嘛？係謀殺係咪？係父母有關噶嘛？我記得好似而家你，我記得有印象啦而家。咁所以即係我哋唔係淨係講 physical 嘅，我哋要講 social 啊，成個 family 啊，成個社區，我哋而家係需要重新去構建翻呢樣嘢。咁我想講咧就係呢個大廈管理公司咧。就找我們可不可以教他們呢些管理員呢做這個弱兒的健康知弱兒的 screening， 即是察覺啊。那我們打蛇隨棍上，然後做了弱老啦，還有葵青區多少的族裔婦女，那些巴基斯坦包括整身都看不到什麼東西的嘛，
因為都幾多係即係少數族裔嗰邊有虐妻嗰啲咁樣嘅，咁我哋一次過做曬。嗯。之後咧，跟住就係啲大廈管理員好多膝頭哥痛啊、腰痛啊、背痛啊嗰啲咁樣嘅，咁我哋再做埋職安檢。咁經過三年之後咧，出現咩現象咧？就係、是、第一就係佢哋自己自動自覺開工嘅時候咧，就做 stretching。嗯。是我們教他的。第二就是他們間公司就肯改變巡樓的方式、oh. 就是給他們搭升就少了很多因為這裡膝頭哥痛、腰痛而引起的問題，尤其是搬東西的時候、mm. 那就個 sick leave rate 下降了 20% 20% 20% 對於他們來說很厲害的了。咁所以其實僱主肯參與喺呢一種咁樣嘅叫做係工作空間嘅健康適能咧，同埋嗰個改變咧，其實係好重要。呢樣嘢唔係我哋創新，係，但係我哋起碼知道係想將件事係擺入去個工作空間度。我想知道你點樣，我好有興趣知道你點遊說佢哋，即係你一開始係 call call 佢哋定點啊？其實係佢哋 call call 我哋嘅。嚇、哦，係啊。係啊，佢哋 call call 我哋嘅。其實另外有啲喺葵興嗰度都好多中小企噶嘛，即係因為我哋都有落去區度做宣傳嘅、哦，我哋有社區藥房啊，我哋有成個即係冇醫生，但係有護士、物理治療師。藥劑師、營養師、社工的一個團隊，同埋而家多了很多後生仔做 health coach 都入了我哋個團隊。咁我哋就係希望係將成個健康嘅嗰個概念，即係 empower 嗰個概念咧，擺入去家庭啦。係，就係頭先講在職低收入家庭啦，以家庭為本啦。咁然後跟住第二咧就是、個工作空間，明白。第三就嗰區嘅嗰啲茶餐廳，希望係。影響嗰個由食物供應去到工作空間，去到喺家庭入邊嘅一啲嘅在職低收入家庭同埋少數族裔咧，都掌握到由 health literacy 去到個生活環境多咗 option 出嚟。我想知道佢哋，你話佢即係主動揾你啦，佢有咩 incentive 去揾你咧？你覺得佢點解要揾你咧？嗱，我覺得有兩件事嘅，第一個咧就係、是我覺得香港人都是善心的，只不過是我們不知道怎樣去 problem solving， 或者是想 problem solving 找不到而已。即是反過來，五金公司的那個老闆是因為他蝕了錢，蝕了什麼錢呢？因為員工有職安檢的問題，跟住他都找了幫手的，即是有這個職安檢 office 的嘛。但是說真的就是即係個 demand supply 都係唔夠咯，咁所以佢話：咦，嚟咗睇咗一下，跟住即係俾咗意見，但係就冇實質係點樣去行動，點樣去做。咁所以佢先至咦，都係唔係辦法喎？咁變咗我哋又介入咯。我哋介入發現依間五金公司其實有40個職員，有文有武，即係有做 office， 有做真係體力嘅。咁所以變咗。他們又咁啱咧，又有即係包呢個五線嘅，咁所以變咗有好多嘢可以喺嗰度做啦嚇。咁、既然係做職安健，梗係做埋戒煙啦，或者起碼嗰度起碼就算食煙食少啲，唔好喺一啲危險嘅地方食煙，再製造其他老闆嘅煩惱。跟住係提升翻佢，因為咧我自己覺得係咩咧？如果僱主覺得員工係 cash cow 咧。他是會願意投資下去的，即是很不好意思，剛才我們帶出一個群組洗碗的，雖然我們要關注，但是對於很多老闆來說是 easy replaceable 的，他就未必願意去投資很多下去員工那裡。但是無論如何做得多少得多少，因為現在香港就說很多大部分的企業甚至是自僱的中小企的，我們在不夠健康適能、不夠健康資源這麼大的社會壓力下面去生活的時候，其實我們是需要更加多的其他的資源放回到這個群組裡，因為到最後我們不想有人被退勾，這是我自己 的想法來的，也不想人真的退勾的時候
就是 in a poor health， 就是在出入醫院、出入診所，而不是去公園，或者不是去行山，或者不是去旅行。我相信這個都不是大家將來想要見得到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個境況。差不多了，所以我有個小小的心留意，在我的眼中呢，我自己覺得呢，健康公平呢和基層醫療呢是掛鈎的。因為我覺得基層醫療不是只是講那幾種病，血壓、糖尿，跟住去做篩查，只是增加話重建翻個家庭醫生嗰個網絡同嗰個概念。我點樣去增加嗰個 health access 嘅渠道？唔係淨係醫生，亦都可以係護士，亦都可以係痛症嘅時候係物理治療師。你有很多小病小痛，不一定要去看醫生，是不是可以去有合規格的社區藥房去問藥劑師呢？你不見那些藥或者藥吃錯了，是不是可以問藥劑師呢？其實我們就想重新去構建這一個這樣的體系，以及去嘗試社區做一個 model 出來。而同一時間就是令到大家去認識到健康不是只是醫護的責任，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責任。而政府就是要再重新去思考，是不是好像剛才我們一路這樣去講，將 so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 變成是其實是做到的一件事，不是空談，也都不是要嘥很多資源，只是改變那個思維，在個公共政策上面怎樣重新分配而已。你再搞多第三個十年的醫院計劃，擺重兵在醫院裡面，但問題就是為何我們將資源放在社區，令到人們不去醫院呢？去醫院洗費是最貴的，絕對是啦。還有我有很多玩具的，醫院那些新的那些醫療設備啊，日新月異啊，對我來說當然好價，但就是說我準備要揸架戰機周圍在那裡射啫，是不是？為何同一塊錢放在個社區那裡，多些人的 quality of life 好些，是不是好少啲？即係我哋醫生最唔即係嗱，唔係 sorry 啊，唔係我哋啲醫生呢個要 cut， 即係我係最即係我都可以代表好多人嘅。你都係醫生啊！我哋好唔想見到病人。一個社會越少病人，就係、是、我自己覺得係越成功嘅一個社會體系。你講呢一句嘢都係有啲可圈可點嘅，因為我認識得啲醫生係想見病人。可能他很 enjoy， 他很 enjoy 他那份工作。不是，因為他是私家醫生。這個如果真的要推廣的話，有機會要 cut 啊。知道。因為呢，不是你說的，是我說的。你說的嘛 ，OK。是啊，那真的很有意思。但是不是個私家醫生是這樣的。不是個私家醫生是這樣，只是我認識的。有很多公營醫生都很想見到病人的。但我就是說，我們即係唔可以太 silo 或者 tunnel vision。我唔係因為我個專業，所以我覺得我要發揮我個專業，我要做好多手術，我要做靚嘅手術。我最唔想就係做依啲嘢。我最中意做嘅手術得一種嘅啫，不過香港做唔到嘅。好，因為香港唔容許我咁做嘅，就係、是、做剖腹產子嘅手術。因為出去無國界醫生啊、紅十字會嗰啲項目咧，因為你就算外科醫生，你都要做埋骨科嗰啲啊、婦產科嗰啲手術嘅。嗯。我覺得最中意做嘅手術咧就係剖腹產子，因為嗰個係一個開心嘅手術嚟嘅。其他所有嘢你諗下都係，又係切依樣、切嗰樣、剝依樣、剝嗰樣、斬依樣，全部都唔開心嘅。即當然做完之後咧，那個人出院都是開心的，但如果他出院是掉個頭在非洲被人射，嚇、跟住餓死，嚇、天災。如果在我哋嘅社會就係佢離開咗醫院之後，佢翻返去板間房，佢翻返去自己嗰個生活環境，佢翻返去自己嗰個工作環境，繼續都係過嗰種咁嘅生活，係冇 quality 嘅生活嘅話咧，其實都係。你想想就係覺得我唔會覺得自己做嘅嘢特別好咯。所以如果用你一個講法咧，我甚至可以 argue 剖腹產子都可以唔開心嘅，因為你知許冠傑有隻歌咧就翻唱《貓王》，叫做《In the Ghetto》，咁啊許冠傑咧就變咗做木屋區，
佢話從前有個蘇哈仔喺木屋，佢就出世啦。最後咧，其實都係悲劇嚟嘅。所以咧，去翻今日個主題就係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我哋嘅健康其實同我哋嘅社會係息息相關。咁啊，即係我希望大家帶到一啲嘢落袋啦。咁至於我哋可以點樣去繼續行落去，其實係我覺得有好多方法嘅。其實我做咗呢一行咁多年咧，我成日都聽到有人同我講一句説話，就係、是。你點解要去做呢啲研究呢？健康公平嘅研究咧，係嘛？咁、那個社會就係唔公平噶啦，啲人就係好貪婪噶啦，即係呢一種咁樣嘅權力嘅分配就係咁噶啦。呢、這個社會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噶啦。你做嚟做咩咧？我哋冇乜嘢可以做嘅啫喎，唔係咯？我想話，其實我哋有好多嘢可以做，我哋可以做多啲。我哋可以做一啲嘢，做多啲，同埋做得更好，我覺得可以。咁希望我想用呢一個咁樣嘅 positive note， 即係好似今日講好多嘢比較沉重啊，其實話乜嘢我哋個社會咁樣啊，係嘛？但係其實我覺得係可以 positive 啲去睇呢一件事。其實係 positive 嘅，最重要係如果我哋有呢個 awareness 咧。我哋由個人層面，甚至我哋嘅生活層面、社區層面，同埋喺個工作空間層面，其實我哋係可以做得到嘅。難做，但係係可以做，甚至同老細傾，因為到最後其實話要投資落去個工作空間，可以令到個生產力提升。做呢個研究係全世界。應該都是最大的資本主義的一個國家咧，就是美國。我看過很多 McKinsey 的嗰啲 report 咧，都係講緊呢樣嘢。但係佢用增加生產力的角度去諗經濟學角度，但事實上又你健康你自然的生產是多啲嘅，亦都即係好合理的即係嗰個角度啊。都絕對很合理。因為公共衛生一開始在歷史上誕生的時候，為什麼要有個公共衛生政策呢？其實是增加生產力的，一開始的時候。其實都是。息息相關，當然是。但是我們嘗試將個配菜可以加大一點變成正菜。是。謝謝大家今天在這裡，就是給個機會我們去分享，都想看看會不會，是不是會看看有沒有人有問題問這樣的。是，是。Thank you, thank you。有沒有問題不要緊的，因為是不是可以send回給大會的嘛，是不是？有人有問題。好啊，好啊。趁這個空檔幾秒鐘，我想大家回去想一條問題，要健康來做什麼呢？為什麼我們要追求健康？這是哲學問題的。其實不是哲學問題的，都應該可以好生活化。哲學本身就是一條問題來的嘛。想問個問題咧，關於頭先嗰個即係香港嗰個醫療個 policy 話就係adequate no body was denied 咁樣啦。但其實有一個問題就係呢個 waiting time 嘅問題，佢冇講到究竟幾時，即係佢係有足夠，但係佢唔係 timeliness 咁樣可以俾到你。香港而家嗰啲即係復診咁樣，我試過同啲即係長輩去排期，話排幾年之後咁樣。咁而如果想即係早啲知道發生咩事，就係又要出翻去即係去私家度照一啲 CT 啊，或者即係總之你肯使錢，你先至會可以有嗰個速度啦。咁呢個問題隨住而家即係人口老化或者HA 嘅醫護流失咧，似乎越嚟越重嘅。咁即係政府有冇其實即係 mention 呢樣嘢，即係佢除咗係咁話我唔會 deny 你之外，其實個 timing 都好大問題噶嘛。咁另外咧，係關於頭先阿范玲醫生嗰、那個即係保安公司嗰個 idea， 我覺得好 inspiring。我其實咧好耐之前咧，唔係好耐，
幾年前咧，我跟博群做社會服務去洗樓，咁就去揾一啲獨居或者即係雙老嘅長者啦。其中一個當時嘅諗法咧，就係、是其實個保安員咧係可以係一個社區嘅 health ambassador 嘅。其實佢知道啲人，因為你本身日日都落街去公園做運動嘅，點解忽然間冇出現呢？或者原來佢由自己去買餸入邊都已經買唔到餸喎。咁其實呢方面係佢係一個好獨特嘅功能可以睇到。咁如果可以即係嗰間保安公司既然同你咁多合作咧，即係我唔知會唔會可以試下有個 pilot project 喺嗰邊做下咁樣。多謝，多謝你嘅問題同埋分享。我簡單回答，咁我就唔係幫政府做嘢啦。咁我唔會 speak on behalf of government。不過你話佢哋 unaware。其實全香港人都知道，即係排街淨係你要打個電話嘅。其實而家你要 book， 通常 on average 打呢個電話打得通咧係一個鐘，狂打喎係。咁呢個梗係好大好大嘅問題。咁個 waiting time 加埋，即係呢個只係一個 example。個 waiting time 當然係好長啦。呢個政府絕對知啦嚇。咁佢哋個做法會係點咧？未來咁，我覺得。我哋要睇下嘅，佢哋而家就話會搞頭先我有講到 primary care authority 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嘅公私營嘅合作啊，咁因為香港頭先有講到就係 outpatient care， 其實大部分七至八成都係private 嗰邊啊，私家診所嗰邊，咁可能佢哋會有一種公私營合作，加強呢個合作，睇下會唔會可以疏通到那個 timeliness。 但是我想說你這個問題非常之好，因為如果我們看回 WHO， 即是他說一個 healthcare system 裡面其中一個 objective 呢是 efficiency， 這個是2010年的時候呢他們 update 他們之前那個 healthcare system 那個 framework 的時候加下去的，即係佢哋都漏咗呢一樣嘢，之前佢哋都唔記得講呢個 timeliness 其實有幾咁重要，所以其實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咁當然同健康公平掛鈎嘅呢件事又係。咁啊，發明你不如回應一下。個 waiting time 咧，你預十年都唔會改，即係解決到十年已經算少啦。我已經好樂觀啦，十年。但是呢就是说我們要重新去想現在究竟為什麼，即是剛才說了這麼大量的老人家這麼多問題，而那個問題是不是全部要去醫院或者是專科門診去處理，即是我們要想 alternative。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要開放不同的專職，要充分發揮它的個功能呢？譬如說香港大學研究過，即係食藥食錯食亂係佔咗入院8%至12%。咁所以如果有藥劑師喺社區，甚至係擸住啲出院嘅嗰、那個即係服務，係令到佢出院之後，或者係一啲好複雜嘅食藥，因為而家好多老人家即係可能即係食藥仲多過小朋友食糖㗎嘛。咁你要去搞好呢一班，即係依班老人家點樣食藥食準確咯？咁你自然就會減輕咗個公營嘅壓力啦。但係你唔係揾個醫生去同佢搞食藥啊嘛，你係要揾個藥劑師係最咗好嘅，仲好過護士。但係我哋有冇充分利用藥劑師嘅嗰個功能咧？其實係冇。咁好多其實好多老人家佢嗰個問題咧，其實係佢需要人嚟關顧。但是他一想就想到醫生了，其實護士可以做到一件事，社工可以做到一件事，很多個老人家相信的一個人，甚至我可以大膽地說過區議員，或者剛才我這樣說那個看監，他說他看錯了一些東西，資料你下去他信得過那個看監，給那個看監看下他搞定了上回樓了，是吧？即係我哋點樣充分發揮嗰個社區力量咧？其實未有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係一個重點啦。第二個咧，大家留意一下去睇下，
政府過去嗰十年咧，點樣洗落醫療體系入邊啊？而家唔係講緊洗落去醫療體系，而係洗落醫療體系入邊。嗱，我哋個人口老化緊，我哋個長期病患多緊，我哋個 cancer 多緊，但係咧依個一定啱嘅，我已經睇咗幾次啊嗰個 budget。我哋用喺 rehabilitation， 即係講緊出院後嘅嗰個支援，或者病咗之後嗰個支援，咁多年個 budget 都冇增加過。咁你諗下，咁佢實要係另外一個醫管局嘅目標，希望啲人出院後二十八日內唔好翻去醫院，或者唔好再睇醫生，一定係 fulfill 唔到㗎。跟住佢期望社區嗰啲機構去處理，但係你有冇醫社合作？就算有，亦都唔夠全面嚇，淨係上去洗傷口，淨係上去處理嗰啲病。但係頭先話啦，我阿婆都要食飯㗎。阿婆嗰個照顧者都要需要支援㗎，佢都唔識點照顧，係咪？係咪噏兩句就得咧？嚇定係點咧？咁樣即係有好多即係加拿大咁樣，當然加拿大嘅人口唔同我哋唔同啦，係咪？咁但係佢哋真係會將嗰個病人出院咧，點樣好好安頓佢咧？係擺喺個 priority 度嘅。睇嚟好似好痛苦喎，令到醫院，但係長遠咧就令到。啲病人又係唔會車輪轉咁樣翻返去醫院咧，其實係有好處嘅。咁所以就係話，我哋究竟要長期忍受呢種咁樣嘅情況，同埋目睹佢到最後係影響緊我哋自己喎，因為我哋都會老噶嘛。定係我哋係要去真係要喐政府去改變一啲嘢咧？或者你話喐唔到政府，我哋可唔可以喐我哋即係？不過而家即係唔知咩啊，咁樣講好似有啲咩？我哋要喐一啲代表我哋嘅人，去等佢識得去爭取一啲嘢咧。不如咁講啦，嚇或者透過媒體去做呢啲嘢咧。譬如話我哋醫護行者都有去做個 submission， 幫個 policy address 俾有關當局。咁但係我哋只係一個團體。咁如果我哋多啲人，多啲唔同嘅人都係講同一個 language 嘅時候，就唔同啦件事。咁所以我覺得係需要大家一齊去。如果大家都認為依樣嘢係值得去再思考，亦都認同咧，就大家翻去自己唔同嘅崗位，我哋嘗試去重新思考，我哋想要將來係想要一個點樣嘅一個社會嘅環境，嚇一個點樣去使錢嘅一個方式。去構建翻一個相對地好啲嘅一個生活嘅空間出嚟咧，咁其實係都係要點使錢嘅問題，而唔係使咗錢嘅問題。尤其是我哋都係納税人，同埋我哋一路都話唔想退休，即係我哋一路都會納税。咁我哋係咪更加要幫我哋用錢嘅政府，係令佢了解有其實有另外幾唔同嘅路可以行咧？咁樣咯。好，咁咧，我哋今日嘅讀書會就去到呢度啦。咁好多，再一次多謝兩位嘅分享同埋導讀嘅。張大春大細佢哋都帶咗啲書喺度，可以做現場嘅販賣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用一個特別嘅價即係一個優惠價錢咧去購買嘅。咁另外我哋第五屆博群書節咧，亦都陸陸續續亦有其他嘅讀書會啦，去歡迎大家繼續留意同埋支持我哋嘅活動。